3.5 位2023年国风大典的颜值美女，你更想把谁带回家呢？第一位，黄玉瑶，她古风扮相酷似刘亦菲版的王语嫣。曾一句黄玉瑶你又在搞什么飞机的评论引发全网熟知，活泼灵动的脸庞总是挂着甜美的微笑，视频中的她宛如自带一股仙气，听蜜蜂乘着淡妆，温文儒雅不声张，道出了无数网友对她的喜爱。第二位，谭敏，她被称为新晋的国风女神，形象优雅知性，落落大方，含笑之间让人为之动容，清新脱俗的气质和出色的颜值深受粉丝的追捧，她也被誉为全网无数宅男的白月光，明眸皓齿，优雅动人的形象可谓是深入人心。第三位，张雅倩，在视频中的她身上自带一股清灵之气，宛如梦幻般的视觉令人心神陶醉，优雅大方的性格充满了少女气息，她飘飘长发宛如垂落的细柳随风舞动，一双深邃的眼眸如同星辰大海般绽放光芒，看得让人心动不已。第四位，张石头，风髻露臂，双眸似水，窄辫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，视频中的她落落大方，知性优雅，犹如一位江南美女流转水乡，一丝轻盈而柔美的曲线，一颦一笑皆是一幅唯美的动人画面。第五位，莉莉在，性格活泼洒脱，形象甜美可爱，清秀脱俗的气质，芈月无瑕的笑容映入眼帘，她也被誉为古装扮相最可爱的美女网红，青春活力少女感十足，亲切的笑容让人赏心悦目，在众人中显得耀眼夺目。